小美，哎，你好，请问您找哪位？哎，嫂子，袁总在办公室呢。好。哎，小美，她是袁总的女朋友。慢走，王总。合作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啊。好。袁总，我有。小美。谢谢王总，我们一定会认真的负责这一次项目。其实不光是你们公司的严谨的态度，会上你的精神状态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公司包括我这种没有后顾之忧的自信，其实背后的支撑都是他，所以说剩下的话你就不用说了。那个，要不你坐那边去吧，你转过来，一会儿陪我去看个球赛。我又不爱看球赛，那我干嘛？不是，你觉得我当初跟小美处理合适啊？行，你怎么这么慢啊？堵车了。还是以前的电动车好，从来都不堵车。哎，你看一下手提箱里有什么。我们的婚房写了你的名字。真的？都说共同容易同甘难，很幸运我们一直都在。